促进世代共融，全国各级农会邀集的四建会员深入社区服务，而这一天呢，更是同步举办轻盈共舞环台公共服务活动。小朋友不仅带来了舞曲阿爸看追鼓，炒热现场气氛，四建会的小朋友也跟着长辈一同彩绘琵琶风铃，而透过陪伴长者，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小朋友跟着音乐带来精彩的表演，这天是全国各级农会邀集四建会员共同举办轻盈共舞环台公共服务活动。太平农会四建会特别来到车龙埔活动中心和长辈一起同乐。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社区的高龄者有彩绘风铃的 DIY 的活动，然后也有配合我们家政班妈妈来这边做一个带动跳的活动跟表演给高龄者看。画画，这叫什么东西？画琵琶风铃。很多颜色。非常有趣，可以跟他们聊天，因为就很好玩。绿色、彩色、咖啡色。小朋友走入社区，长辈走出家门，透过轻盈世代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农会这天也安排彩绘琵琶风铃，大家是发挥想象力，画上自己喜爱的颜色，做出独一无二的作品。希望透过陪伴和互动，让长辈感受满满温情。太平农会，我来呢，车龙埔小学的小朋友，来到咱社区的关怀据点的那个阿桑，阿姨，阿伯因，轻盈共舞，还因大家，老少都可以同乐在一起。今天真的很高兴，那么多人来参加，然后还做彩绘，还帮我们剪头发、按摩，真的不错对，还要跳舞，那个健康的跳舞这样今天来的有价值。今天来有我蛮高兴的，发这些蛮好玩的。这天主办单位邀请到慈明高中学生以及美发沙龙店家帮爷爷奶奶按摩一剪，看到这么多人来，长辈也是相当开心。青少年回馈社会服务，在工作学习中成长，也能够传承服务的重要性。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道。